哇，看得好有食欲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砍田哥，这是我的一副技术指导。这个夏天来了，天气非常炎热，吃啥也没胃口。今天咱们来做一个乐山钵钵鸡，也是咱们四川这边一道特色美食啊。这乐山钵钵鸡在夏天吃的时候，它就像那个冷锅串串，也不热，麻辣鲜香，开胃下饭。开始。这就是我们准备的食材，煮钵钵鸡的食材：葱姜料酒，加上把荤菜先煮一下，点好，煮熟，把捞出来，捞出来，煮熟，把蔬菜大锅里煮一下，煮熟，捞起来。好了，这个菜煮好了，开始给它穿上。好了，我们对钵钵鸡的料加入油料包，加点调味粉，加入香料包，再炒的芝麻加上，加入200开水。闻起来香，香得很哦。来，开始把这个菜给它泡进去，泡半个小时，泡了15分钟了，给它翻一下。哇，看着好有食欲。哇，会吃了嘞！吃到了，真厉害！先到这儿。我吃过。好香。哇，是块菌干。啊，这个钵钵鸡啊，真的是夏天吃太爽了，麻辣鲜香。